小彤，您有事，请留言。季佳问，我不管你现在到哪了，你听到留言马上打给我好吗？ 季佳问，你可以等等我吗？我有话一定要当面跟你说。季佳问，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离开？ 想你的时候我就跑步，现在才追得上你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服自己不和你在一起。我爱你，我就要勇敢的让你知道。 简单的一句显得太犹豫，想说。